走到楼下，因为他要机器，那个机器很特别，要加热，所以没办法搬上来，在楼下啊。那我们这里做的是自己完全是 DIY 的，因为它比较没有安全性的顾虑，所以我完全让你们自己动手。那这个蜡笔叫做彩色的多重色蜡笔，彩色边有没有看到彩色的星星？好，这个星星呢，它是由蜡笔的料一粒一粒的颗粒所组成的，我们利用油压千斤顶的原理把它挤压。好，等一下同学自己挤压，像自行车打气机一样，用那个压力啊，把它挤压到一定的密度，它够紧实了，它就不会散开，你回去就可以画画。那为什么叫多重色呢？因为这个颜色你可以把它做加很多颜色，我们桌上有这么多颜色，你可以每个颜色都加。那因为它不同角度有不同的组合，它才不规则的排列。所以呢，如果你画这个角度，它有可能是橘色跟粉红色；画这个角度，有可能是蓝色跟绿色，它会重叠在一起，所以叫多重色的蜡笔。等一下，一样每位同学一张量可以做一个。那我们怎么做呢？我们有个量杯，这个量杯有上面画什么呢？黑色的记号线。为什么要画线？因为呢，我们有一定的量，如果太多了没办法压，太少了又容易断掉，所以呢，我们设计刚刚好一个一定的量。等一下同学加量料的时候呢，譬如说我的星星我喜欢绿色系的，我就有一个主色，你们可以随意什么加都可以，我绿色加黄色，我再加一点橘色，最后加一点蓝色。好，那黑色线有点不太够，我再加一点粉红色。OK， 如果你想要把它和一和，就这样把它搅拌。搅拌好了之后，我们的汤匙放下来，方便下一位朋友使用。然后拿着你的票，我们要排队。今天有两种形状，一个是天上的星星，一个是爱心，妈妈的爱心在那边。好，所以你看，你要做星星就在这边排队，要做爱心就在那一边排队。那呢，每一个人记得把你的票拿出来，跟杯子一起，我们会教你做，要排队哈。那后面的同学看前面怎么做，要注意看，不要玩。后面两个地方可以取料，一个是这里，一个是窗户那一边，所以我们分成两组来取料，这样了解吗？好，开始起立。记得拿杯子装料，多放黑色记号线。爱心的过程。
上下上下，一直压。不能去看一下平台怎么做啊？越来越紧了。后面的钢丝要换。上来了，再往右手边转，再右手边把让它下去。谢谢。爱心。拿这，做好东西拿这，还没做的看前面怎么做，看看前面怎么做。那我们来这边上下就是。然后往左手再转，往右手边转转。